在要去最后一站，就是比较不是那么在市区的大林。大林车站。对，那边也有很多景点啊，好吃好玩的。嗯。嗯。好，我们现在在等车。告别嘉义市区。拜拜。他们这里的小新门放的告示牌是木卫雄。我要先抱抱你啊。我们现在要去吃大林车站旁边的臭豆腐，然后我们刚刚一下车就闻到超重的臭豆腐的香味，所以我们现在超期待的，感觉会很香。就是这种加链袋呢，你不能全部打开，不然会漏出来。你要拿中间，然后左右挤开，这样就会有一个小缝，然后就用这个缝去对准。这样你手也不会弄脏，然后每一格都挤好挤满。我刚刚吃了一点，然后这也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臭豆腐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这家真的超好吃，很脆，然后我超喜欢它的酱，那个蒜蓉是100%的，真男人蒜蓉。我们那时候在规划要来嘉义玩的行程的时候，就没有很了解嘉义的好吃的好玩的在哪边，然后梁晨就开限动问大家说有没有推荐的嘉义的景点啊、吃的东西，然后就很多人都很热心的推荐我们，然后我们在嘉义也遇到超多热心的人跟我们说哪边好玩，然后什么路要怎么走，就觉得嘉义人真的很热心，超多朋友，结果发现他们都是嘉义人，真的、哦。对啊，我一泼那个限动啊，然后所有人就说，哦，这个问我们就对了，然后列出10个，然后就说，哦，还需要再问我。果然是就是叫嘉义，就是大家都很有义气，义气相挺。叫它馒头，它超小一只，我要拍它。它就在跟仓鼠住的笼子一样大的笼子。我们现在到了翘嘴丘，然后我们刚刚在这边拍照的时候，完全没有发现在这里有一只狗。就是他进去在那边拍完照，拍完之后，我们才听到就是一个。大林车站旁边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就是他们有一个站长宿舍，然后里面也没有住站长，都是空的，什么都没有。刚刚旁边。刚刚旁边有一个老人，他在摸旁边，就是站长宿舍旁边的树，我们就以为他是站长，很像 NPC、啊。我以为他就是说，嘿，少年，我是站长，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吗？我们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。我们发现了一个值得探索的地方。我们来到这里是周润发。结论是。没什么好玩的，但是很复古，对，非常非常的复古，小镇风情。
好多圣诞树哦。已经很久没有看到除了火鸡以外的肉了。我们刚刚要去火车站的时候，突然发现有一家汤姆熊，所以我们现在拖行李箱来玩汤姆熊。我们应该是第一个带行李箱进汤姆熊世界的人。十枚，不要穿西装跑来，再战。你终于知道我刚刚的感觉了吧？哎，这很好玩哎！滴滴，哇！走在路上，然后有一个忍者突然朝他射50个飞镖，然后他就我们刚刚一直在玩那个按的东西，结果我们变超赶，
然后本来要坐公车来高铁站，直接坐计程车喷钱，喷400块，然后飙车回来，差点回不了台北，又要在嘉义住一天。